喂，姑姑，小宁啊，奶奶她不见了，她又不见了，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。姑姑，你别着急，等我回去，千万别着急，等我回去啊。别担心了，一定会找到奶奶的。爱川，小宁的奶奶不见了，帮忙一起找找吧。哦，好，我跟赵岩在一起呢，我们一起过去啊。怎么了？小宁奶奶不见了，咱们快去一趟吧。我们已经通知了派出所，他们一有人提供线索，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。谢谢。你说奶奶她能去哪儿啊？她腿脚也不方便，是不是？这按理说也不能走太远呀，对不对？没事，姑姑，放心吧。我这老太一个人在外面，要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可怎么办？哎呦，什么呀？哎，你爸妈照片不见了，原来放里面是不是？我中午做饭的时候，有人送那个雏菊来，放在这儿的，没了。奶奶去墓地了，奶奶一定去墓地了。那我们去墓地找找吧。嗯，家里要留人啊，万一奶奶回来呢？我留下来陪姑姑。不行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去找奶奶。没事，姑姑，交给我，你放心啊。行不行？可以，我陪你在家里。这样，我让许成人去派出所再看看。去，你去看看，去看。你去，你去，你去。姑姑，我陪小宁去吧。行不行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顾川，你照顾的好他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姑姑，没事没事，他们一定会找到的。奶奶，啊，奶奶，你吓死我了，我好怕找不到你啊。我想他们了。就自己过来了。奶奶，两个多小时的路程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这个照片我一直藏着，我知道我总是忘事，所以把这个地址写在后面，这样就不怕忘记了。是我不对，小宁，我不对，让你担心了。没关系，奶奶，我不怪你，不怪你啊。我想他们，我怕有一天忘记他们。